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，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，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，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。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看你的日记，谁把你谁给你做的嫁衣。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，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，那时候天总是很蓝，日子总过得太慢，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，转眼就各奔东西，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，谁把它丢在风里。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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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亲爱的老公，请上座。你坐这里，这是上座。来，这是我今天给你做下的生日宴。是什么？大家说穿这个不好看嘛，哎呀，戴这个豆子。家里头怕什么呀？这是我给你做的生日宴，看看我给你做的啥。面嘛。韭菜炒鸡蛋，松花蛋，蒸水蛋。三蛋液，水蛋的，这不是水蛋，不是，不是水蛋的意思。车上路上，鸡蛋是对身体有益的。车主，祝你永远开心，永远快乐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不管做的好与烂，今天都高兴一下哈。就是高兴呀，快吃完你也吃完。还有一个师兄刚你说了的嘛？说了。你看那冰箱的都在吃，全是你不能吃的，我手做都没办法做。哦，你吃的。咱以后买菜的时候不要买，不行，你爱吃的行不行？不要买，不是爱吃的。
买你能吃的菜行不行？我去能吃，哎呀，少吃。我不能吃，我就你少吃的也不要买了，行不行？行。尿酸高了，就是因为跟你的饮食习惯有关系。因为你初期就爱吃这些含这些嘌呤高的东西，你知道吧？你又不容易分解掉这个嘌呤，所以你的身体里头就尿酸就聚集哈，就常常在的。尿酸高了不等于说？不是，我就告你了，你就跟你的饮食习惯有关了，知道的吧？所以咱以后把这个习惯改一改哈，很多病实际上都是吃出来的。哦，是吗？所以以后买菜记住的吧，买你能吃的菜哈。哦，对，你说的对。那吃吧。那这个做的好吃。这个好吃啊，好吃你就多说说讲。还记得每年的生日我给你整一个的了吧？我的。这你咋我了？啥子生日？我今年跟你说的在能不能记走了，到了明年能记走了吧？能记，用上难我的吧？啊！我给你做了三袋烟，用上难我了吧？这就，你说我上你说起我给你做的三袋烟啊！那把每年我给他过生日的时候失误了，我每年过给他过生日让你过到了，又记得到了吗？哎，太寒心了。还要讲啥呢？我每天我就记得咱俩在我家吃饺子的时候，知道吧？吃啥饺子？我给你每天过来，你用心给你吃了完了，给你过带你过生日，你居然能饿了？啊，你用想都记不住，不用想都记不住。你早来吧，哎，说明你们俩把我给你过生日，你们俩过得轻松。我就不喜欢过生日。啊，不怕，不过不在乎，只要你今天能高兴了就行，明年的今天饿了就饿了。高兴一天算一天，哦，就是开箱一天算一天，让开箱了免疫力就去了，嗯，你知道吧？对，咱们也不要给社会添乱，不要给家里头添乱，嗯，不吃吧，再我带太多，怕一走在这边腌了个萝卜片，把这个吃了去。那你爱吃的，我还得你给我加呀，那你爱吃的花生米。好吧，把这个吃出去。嗯，哎，我花椒呢？坐坐。哈哈，今天这就用了十缸蛋了。又得买一个了。哈哈哈。微烧一下。哦，切出的微蛋，因为粗茶淡饭，口味也改一改，不要吃微中的。哦，年纪大了，那么老了，知道的吗？把饮食习惯的少改一改，以后少油、少盐，少还少啥了？少肉。啊，少肉。都出。为了咱俩的健康，我还想说和你白头到老了，咱俩一起活到100岁，好不好？不敢说。